好黑哟、欢迎来到 FinTio， 我是阿芬。今天我们来挑战张地图呢，叫做 The Hole。从标题上真的是看不太出来，待会我们会遇到什么，又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吓我们。不过没关系，身为挑战者的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咱们就开始吧。这边是直接就开始了，这边有储物箱，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规则之类的。The demon has always been supported in the man 就直接开始。又是这个作者，他做的地图真的是蛮好玩的。好，那有一些警告告诉我们，待会会有很多的 jump scare 出现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我怎么被吓？有了有了，看起来很像是在地牢里。Great， but I'm late for work。我们是矿工的意思吗？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。这个看起来是我们有类似主管的感觉。为什么会从这边出来啊？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？好，你就继续往前探索吧。看起来蛮温馨的啊，不会像是一张恐怖地图哎。这个门是不能够开的。旁边那边那个人跟他的狗站在一起，超级可爱。哇，一路上都是员工。好，目前还看不太出来整个故事的主线是如何。我们搭上这台电梯之后就停电了。到了，you're late。好，我们有一些迟到。好，我们要去那个 coal sector。走吧，走吧。这就是另外一个说我们迟到的那个人。这里面这么多的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怕，不怕。而且我们还有这个铁镐。铁镐就铁不怕地不怕啦。他在催促我们要赶快赶快啊。天啊天啊天啊，压力好大。打开打开，有有有，这个拉了就可以开。是往这边吗？刚刚那边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都有一些门欸，可是没有按钮应该是没办法开的。我们就走这个已经开启的门的路。好，Door section 开了之后，该不会是刚刚那些门就会开了吧？是蜘蛛，蜘蛛！哦，它咬了我，而且我们晕头转向了。我们被蜘蛛吓一跳，头很痛，头很痛。我们回到原来这里了，我们是在这边被咬的。天哪，好，还好它并不是很毒。然后这个门是开了，这个门开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这是警告，他建议我们去搭梯子，不要搭这个电梯。可是我们因为迟到了，非得要搭这台电梯不可。如果鬼怪是蜘蛛的话，感觉会还好哎，因为先前我们真的玩的都太可怕了，要不然魔鬼啊，要么是鬼娃娃，谁不害怕？对不对？这样子就到了吧，这样就到了吧。嗨，哇 ，Heaven， 为什么都是写字啊？为什么？而且停电了，有人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这么黑是怎么回事？这么黑是怎么回事？而且都是血，哇哇哇哇哇！气氛马上变成了黑漆漆的样子，哎。Oh my god！ 这个是死人，旁边有死人。我们还要继续往前吗？为什么不去求救啊？我觉得这些恐怖地图都设计的非常奇怪，就是在这种剧情上，我们发现有杀人魔啊，有恐怖的鬼怪，都还要再继续往前，应该是求救吧？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墙壁旁边全部都是血。我们的那个是电灯的按钮啦，按下去之后虽然说有一点亮一下下，但是又马上又消失了。
好，我现在要赶快回电梯去警告大家，这边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。哦，刚刚那个电灯根本就没用啊，太黑了吧？哦，怎么是这个门？怎么是这个门？我们刚刚不是从这边来的吗？我走错路了吗？哦，这里啦，这里。我怎么知道我们走对啊？前面突然出现什么，我也不会知道啊。我刚刚是怎么来的、啊？哦，这里，终于找到了电梯。太黑了吧？吱吱。我们的电梯坏了，掉下去了。我们逮救捕吗？逮救捕吗？我，我们晕头转向，而且我们的脚好像断了，他感觉不到了。天哪！我们要找逃离的找逃离的路。天哪，我们一个摔到包。不知道到哪一层了，到时候是按钮，可是没有任何的用，没有路可以离开欸，看起来是没有路的，怎么不会是透过游泳吧？是吗？好像是欸，这边有一条原先不知道的路，我是有没有走对啊？哦，对，这个场景有不太一样，但是太黑了吧？哦，都是写字啦。这边写什么？哦，这边不能通过吗？我不 ，M 是吗？我们现在是怎样？到了哪里啊？这边路比较大条了。然后呢？大家呢？刚刚不是还很多人？哦不，大哥。你死得好惨啊！有喘息声，是谁？头颅。好。哦，刚刚不是有喘息声吗？那到底是谁的？喘息声该不会是我自己的吧？到底是什么在接近我们啊？越来越大声了，我到底该往哪里走？是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是发神经欸，不然为什么会有这种幻觉？天哪，我们的晕头转向了。好，又可以继续操控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超级黑。哇！大哥，你的下半身呢？哦不，只剩下我们了吗？一大堆头颅啊！我的天哪，一大堆头颅、啊！什么东西？啊！这不是尸体吗？掉在这里！是谁这么残忍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的世界怎么了？这边突然变得很窄。我想要赶快逃离这里。天哪、啊，我是有没有走对啊？还是我在绕圈圈呢、啊？这边看起来不太一样。什么东西？我们是做噩梦了吗？到底是什么？我其实没有看清楚。哦，我们要找电梯。哦，天哪，不要再有东西出来吓人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……一大片血迹。哦，电梯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是这个吗？
门开了，门开了，某一个地方的门开了。哇，黑到不行，黑到不行，完全是摸黑行动的。哇，这个完全看不到是要怎么玩啊？是这里吗？这边是一个圈啊？刚刚我是从这里来的吗？我有点忘记了耶。超级这里这里，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，一个大迷路，大迷路。哦，这个又黑又长的感觉，前面就是有东西啊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好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我们现在不知道碰到什么了。这边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等级，然后我们听到一些声音。还是我要动啊？哦，我要动啊！越来越大声的是怎样啊 ？There's no way back！ 哇，他不放过我们欸！哦不不不不不不不！天哪，我走到底了欸！我只能往后看了吗？我不想要，我不想要。欸，当我往后看。又发生什么事啦？好黑哟，好黑哟！是什么东西？哦天哪，我其实没有看到，有一具东西掉下来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，为什么要把人的头插在这里？哦不，哦不！这 BGM 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下这首歌？天哪，我们是中邪了吗？我们怎么损血了？我们怎么损血了？是谁在搞鬼？收起来！我的天哪！欸，我们待在这个……啊？啊？我们不能动欸！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正在被……欸？我们在被煮吗？在锅中被煮吗？好，医生。A spider killed it. 哦不，我们是因为被蜘蛛咬了中毒，导致我们的头脑死的。天哪，我们死了欸，太迟了吗？欸，我们又可以动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里是哪里？这边看起来很像是医院的感觉。我们走路变得很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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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局了！天哪！我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些什么。天哪！我们就把它设计的东西都放在旁边。啊，我刚刚就是被这个吓到啊，气死我了！最吓人的就是这个。天哪，好了，我稍微整理一下这一次的地图的剧情，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去工作，迟到了，被毒蜘蛛咬了，那个毒侵入了我们的头脑，产生了一些幻觉，然后就看到了越来越多恐怖的事情，最后我们就真的是死透了。那我们今天这张恐怖地图的体验分享差不多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集影片的话，帮我们在楼下留下个喜欢、分享、订阅这张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将来的最新影片了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